同学们，这节课咱们接着讲《秦始皇本纪》的最后一段。上节课讲到夏设伏蛮妻以取容，秦法不得奸方，不厌者死。秦法就是秦朝的法令，规定呢不得奸方。这个方，这咱们上次说到，这方呢主要指的是古代所谓方剂。方剂呢指的是医补星象，医呢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中医，补就是占卜，星就是看这个天上的星星，用这个呢来推断地上的人事。下就是看相，这个到现在呢也还有，是吧？所谓看面相、看手相，这些呢，在这些所谓方剂呢，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两千年以前呢，是非常的普遍，从皇帝到大臣都非常相信啊，在秦始皇、秦汉时期，都是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不得奸方呢，就指的呢，这方是指的这个方术啊，方剂就是这一卜星象。奸方呢，就是奸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止一个啊，就是说在方术里边，你不能够同时从事两种啊。你比如说你又搞这医，又搞这个占卜啊，这样不允许。不厌者死，不厌。验呢本来指的是应验，在这儿呢是符合的意思啊，不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折死，这折就是救的意思啊，就要这个杀头啊，就要判死刑。虽然如此，然后兴气者至300人。后兴气啊，这个呢是指以占星望气推测祸福的这个方式啊，叫后兴气者啊，就刚才说的，就是从天下、从天上的星星来推断这个地上的事情啊。你比如咱们看《三国演义》里边也说，诸葛亮看着天上某一个星星啊，这个很暗不亮了，说他自己就要去世了什么的啊，这类的都是就是说所谓这个占星术啊，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发达的啊，到后世逐渐失传了。后兴气者至300人，皆梁氏，未忌讳于，皆梁氏。梁氏呢，梁是好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个梁氏呢，主要指的是有才德的人啊，德才兼备的人。未忌讳于，就是畏就是害怕，害怕忌讳，害怕忌讳，然后呢？这个鱼呢指的是阿谀奉承啊，害怕犯了皇帝的忌讳啊，因为其实上前面说了，秦始皇呢非常残暴啊，他动不动就杀人，所以底下人都提心吊胆不敢，所以在这儿也说呢是不敢端言其过，这个端在这儿就是直言的意思啊，不敢直言他的过失错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比较好懂啊。天下的事呢，不分大小，都由皇帝来决断，来判断裁决。上至以横旦梁书，日夜有成，不重成不得休息，这样呢，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啊，什么大事小事都由皇帝来判断来决定，这样他当然是非常忙啊，所以一切的公文呢都要交给他啊。至以横旦梁书，这个横旦呢就指的是这个称量、称重量的用具啊，就是一般的人都是称石头什么的那些东西用的这些用具，他用它呢来量书，因为当时的书呢也不是像咱们现在这种纸质的书啊，而是竹简。上节课咱们也说了，
这个里耶就出现了这个出土了三万六千多枚竹简，所以当时呢，他底下的大臣的奏折或者地方官的奏折啊，上奏皇上的这个汇报的文书都是用竹简，所以呢，他呢，因为竹简太多了，所以他制以啊，甚至于制以就是甚至于啊，禁制要用称重量的用具啊来称取等待批阅的文书，日夜有成啊，就是说他这白天晚上呢还有这个成呢是就是那个规定的意思啊，有规定，不重成不得休息啊，这个成呢就是定量啊，不重成就是没有完成定量啊，这一天一夜啊，你要没有完成的定量就不能这秦始皇给自己规定是吧，就不能休息啊，贪于权势如此至如此啊，就说呢他太这个专权啊，一点小的权力都不放松，把自己搞得这么疲劳那也不行啊，就必须得每天要批改多少重量的这个文书啊，不到这定额呢他就不能休息，所以呢就说呢他这侯生独生呢就是认为呢这种人呢不能给他求仙药啊，求了仙药对这个老百姓也没什么好处，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这个亡呢这咱们在中学的时候也学了，这个亡就是逃走啊，就是咱们又得回忆一下成语啊，有这个亡的亡羊补牢啊，亡羊不是说死了羊，而是这羊逃了跑了啊，补牢你再去补这个羊圈啊，未为迟也啊，所以这个亡的意思不是死而是逃跑了。始皇文王啊，秦始皇听说他们逃跑了，乃大怒曰：吾秦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啊，我前边啊，我前些日子收天下书啊，就是这个指的呢，不中用者尽去之，这指的就是前面这个焚书的这件事情啊。细招文学方术士甚重啊，文学这个呢，这个文学呢在古汉语里边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它和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文学史学那个文学不是一回事啊，它指的是有文才的人叫文学啊，而不是指一门学问，所以它这儿细招文学啊，细就是兜的意思，就招了很多文学方术士。方术士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方士和术士的合称啊，方士术士指的都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啊，懂这个所谓易卜星象的这些人啊，欲以心太平，想欲以就是想以他们想以想依靠他们来兴太平啊，这个兴呢本来是兴起发动的意思，在这儿呢可以活译为达到啊，达到太平盛世啊。方士欲练以求其要，方士呢就是掌握了这些这个方术的人，欲练以求其要，这个呢在有的版本里啊，就是写的是欲以练求其要啊，这个练呢在这儿就是这个炼丹的那个炼啊，通这个炼丹的这个火字边的这个炼，就是想通过炼丹来求其要啊，这个其呢就是神奇的药啊，就是指的那个长生不老的药。今闻韩仲去不报，韩仲呢也是秦始皇派出去找仙药的人之一，不报呢就是不禀报，这个去啊就是也是离开啊，咱们说过
古汉语那个去啊，比如说他说去天安门啊，咱们现在说去天安门是 go to 天安门是吧，到天安门去，但是古汉语里那个去是离开天安门，去天安门就是离开了天安门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去呢也是离开了啊，离开他应该待的地方，而没有汇报，他就也是逃跑了啊。徐福等废以拒万计，这个徐福呢也是这个给秦始皇找仙药的这个人啊，他等人呢废以拒万计，拒万呢就是废以拒万计，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呢这仙药还是没找着啊。这个徐福，这个福字啊，也可以写作幸福的福啊。这关于徐福呢，他的传说也很多啊，有一种传说呢，就说呢这个徐福呢后来呢怕秦始皇杀头，他就带着这个几百童男童女跑到往海上跑，跑到日本去了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日本现在的日本人的祖先就是这个徐福和这个五百童男童女，几百童男童女的这个后代啊，当然这是传说，不一定是真的啊，因为现在日本那个地方它考古呢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就是说比秦代更早的这个人类活动的遗迹也有啊，所以它至少呢日本那个本土呢它也有它的土著的那个人啊，当然从这个中国大陆跑去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近啊，就连这个咱们说过啊，印第安人现在就是美国很多科学家这个考古学家都认为印第安人很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啊，他那连这个美洲那么远都跑去了是吧，有人呢就是认为呢这个印第安人呢就是商代农民起义跑出去的啊，当然这个现在很多证据呢也支持这种说法啊。所以这个徐福呢他这个传说也很多啊，但是他呢确实是在秦始皇时候呢他是给找仙药啊，然后花费了很多终不得药啊，最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做出，也没有制出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啊。图坚立相告日文，图在这是指示，坚立，坚立呢原来的意思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利益叫坚立啊，在这儿呢是指用不正当手段取得利益的人啊，这些人呢只是啊，这些人呢只是相告日文啊，相告就是互相告发，日文就是天天都能够听到这些人这个说那个，不好好的干活啊，只会花钱，那个说那个又是什么毛病啊，这些人互相揭发。卢生等无尊次之甚厚啊，因为前面说了这个侯成卢生呢在后边议论啊，就说不愿意为秦始皇这个求仙药而且逃跑了，这个秦始皇呢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无尊次之甚厚啊，我对他们非常尊重，对他们的赏赐呢又非常丰厚啊，今来诽谤我以众无不得也啊，就他们说那些人呢显然是在他这个秦始皇认为呢是在诽谤他自己啊，以众无不得也，这个众呢就是加重啊，加重我的不得呢就是不得啊，原意是不施恩惠啊，在这儿呢就是指这个诽谤他呢来加重他不施恩德的过失。诸生在咸阳者无使人连问，或为妖言以乱前手啊，诸生在咸阳者啊，就是这个诸生呢主要指的那些读书人啊，在咸阳的那些读书人无使人连问，这个连问还是审问的意思啊，审查查访啊，
祸为妖言以乱前手，这个祸又是有的人啊，有的人为妖言啊，就是制造妖言，就是这个妖言也跟这个谣言的意思差不多啊，就是制造这些这个妖言惑众的妖言啊，来以乱前手啊，这个前手呢指的老百姓啊，乱就是迷惑的意思啊，迷惑老百姓。于是使御史细暗问诸生啊，于是就这个于是和现代汉语里的于是就很接近了啊，就是派，这个使就是派御史，御史呢本来就是搞监察的啊，细暗问诸生，这个暗问就是审问啊。诸生传相告隐啊，这个传相告隐就是辗转告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甲把乙给告发了，乙又把丙给告发了啊，丙又把丁给告发了啊，这样呢越告人越多啊，因为都是想把别人这个检举了来减轻自己的罪过，结果是什么结果呢？乃自除犯禁者461人，皆坑之先扬啊。自除就是亲自处理啊，亲自判决犯禁者461人啊，就是触犯了法律的460多人啊，他亲自判决之后怎么样呢？皆坑之先扬啊，这个坑在这就是活埋的意思啊。坑呢本来是名词啊，在这活用为动词，其实就是把它埋在坑里边了啊，就是所以就是活埋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秦始皇残暴啊，这个坑儒呢也是他残暴的一个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一次他居然就活埋了400多人。啊，这个咱们可以想象那个当时的场面啊，那也就是确实肯定是非常惨烈的啊，好几百人一块给活埋了啊，那是什么情景啊？这也是一般人也做不出来的事情啊。使天下知之以成后啊，这个成是警戒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一下成语啊，成前必后啊。这个成就是警戒啊，就是和这个成是一个意思啊。一发折洗鞭啊，发折呢是指就是贬斥到远方的啊那些人。发折洗鞭啊，洗鞭呢就是把他们迁移到边境上啊，这个意呢就是更多的啊，更多的把那些已经流放的犯人啊，就是把他贬到已经是贬到比较远的地方了啊，又把这些贬得比较远的地方的人呢，进一步的把他们迁徙到最边境。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镇压的措施。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啊，这个秦始皇的大儿子叫扶苏，他提意见啊，现在因为别人都不敢说了，他作为秦始皇的儿子，他自己以为他还能提一些意见。他说呢，天下初定啊，这个比较好懂啊，就是天下刚刚平定远方前手，这前手还是指老百姓，未及啊，这个及呢在这儿呢就是通这个一个车字边啊，一个口一个耳的那个及啊，这个及呢是安定的意思啊，就是远方的老百姓还没有安定，诸生皆送法孔子啊，诸生呢就是那些读书人啊，或者说是许多读书人啊，皆送法，都
诵呢是指诵读，法是指效仿，啊，都诵读效仿孔子，啊，也就是说都遵从儒家学说。今上皆众法绳之，啊，对于这些学儒家学说的人呢，今上啊，就是现在皇帝您啊，都众法绳之啊，用众法啊非常严酷的法令啊来绳之，这个绳呢是约束的意思。咱们今天说成语叫绳之以法啊，就是用法律来约束的意思啊。臣恐天下不安啊，就是我担心啊天下会因此不安宁。为上察之，这个为啊在这儿这个用法比较特殊啊，为呢一般的呢它都是一种强调加强的作用，但在这儿这个为就是希望的意思啊，希望皇上您啊明察。上面说了这个由于秦始皇呢非常刚愎自用啊，所以底下根本没有敢提意见的人，现在他大儿子居然敢给他这么提意见啊，他当然是非常生气啊，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啊，这个人也等于把他流放啊，就是把他派到北方去做蒙恬的监军啊。这个当时呢，这个蒙恬呢是大将，领兵数十万呢，在这个秦朝的北边啊，在那修长城啊，抵御匈奴。所以呢，这个秦始皇呢就是派扶苏呢为监军。到公元前210年的时候呢，秦始皇死了，这个扶苏和蒙恬两个人呢都被赵高等人呢这个破令自杀了啊。这段呢比较长，现在呢给大家翻译一下。侯生卢生在一起谋划说，秦始皇的为人天性刚毅残暴，自以为是。他出身于诸侯，兼并了天下，万事如意，为所欲为。他以为，或者说他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够赶得上自己了。他专门任用玉立，玉立得到重用，朝廷上博士虽然有70个，却仅仅作为充数的而不重用。丞相和各位大臣都不负责任出主意，只把别人已办好的事情送去请皇帝分辨是非。皇帝乐于用处罚和杀人来维护尊严，天下的人害怕犯罪，只顾保持自己的官位，没有人敢于尽忠提出不同意见。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因而日益傲慢，臣下畏惧威势而屈服，用欺骗的方法来讨好皇帝。秦朝的法律规定，在医卜星象这些方剂中，人们不能够同时从事两种，不符合的就要处死。虽然如此，然而占星忘气的方士多达300人，
而且都是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只因为害怕犯了皇帝的忌讳，就都阿谀奉承，不敢直言皇帝的过失。天下事，天下的事不分大小，都由皇帝来裁决。皇帝竟至用称重量的用具来称取等待批阅的文书。他每天批阅的文件的数量都有定量，不达到定量就不休息。他在权势上贪婪到如此程度，我们不能为他找仙药，于是他们就逃跑了。秦始皇听说侯生卢生逃跑了，非常生气，说我先前收罗天下不合用的书，把他们都除掉了，我把许多有文才的人和方士术士都招来，想依靠他们来达到太平盛世。方士想通过炼丹来寻求神奇的药，现在我听说韩仲一去就没有了音讯，徐福等人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仙药，只是天天听到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取得利益的人相互告发。对卢生等人我非常尊重，对他们的赏赐也很丰厚，现在他们却诽谤我，来加重我不施恩德的过失。在咸阳的那些读书人，我派人去查访，其中也有用妖言迷惑百姓的人。于是秦始皇派御史都去审问那些读书人，那些人辗转告发，引出他人，秦始皇就亲自判决触犯禁令的460多人都在咸阳活埋了，并且让天下人知道这件事，以此来警戒后人。他更多的派出那些流放的犯人迁移到边境去守卫。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直言规劝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安定，那些读书人都诵读仿效孔子的言论，现在陛下都用严酷的法律来约束他们，我担心天下要不得安宁了，希望陛下明察。秦始皇听后非常生气，派扶苏到北方的上郡
去做蒙恬的监军。好，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儿。